5块钱人民币在越南能买一包什么样的烟？今天来带你们了解一下啊！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哎，老板，对，我今天又来了。今天你要买什么？烟，烟有什么烟吗 ？OK。什么烟？你有什么烟？有好多烟，你看。哦，就这个西贡香烟，西贡香烟。这一万五。这个一万五是吧？一万五。这个是越南的西贡香烟啊，兄弟们，大概15000，15000合成4.5块钱一包，4.5块钱一包，这都5块钱。这个是多少？5块，中国人民币5块钱，你还要找我5000？哦，好的。对的，还要找我5000块钱。这老板娘我们认识了，所以说花人民币她也能花呀，不认识她不花。兄弟们又找我5000块钱啊，啊5000，买了一包烟5块钱，买了一包烟又找5000。谢谢老板。没事没事，你工作吧。我就来看看你买不买烟都不重要，关键是来看看你的。